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8。好，那么这个星期天就是农历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多烧香，多多念经。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Hello。哎，你好，师傅。哎，你好，你好。弟子向师父请安，谢谢，向观世音菩萨请安。师父，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可以吗？好，讲吧。好，师父，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梦到另一位同修手上穿着佛珠发光又发亮，像现实中这位同修很少穿佛珠，还有他穿过了一段日的佛珠，而同修的梦就是在那段时候梦到的，请师父解梦。这说明他有佛光普照了，有菩萨保佑了。好，感恩师父。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同学梦到他妈妈没有在家里睡觉，其他家人都睡得挺踏实的，他感觉很内疚，因为妈妈好像有几天没在家，可能外出工作的缘故，自己竟然粗心大意都没发现，对不起，知道醒来都很内疚，请师父解梦。他妈妈还活着吗？你要问他妈妈还活着没活着？这里没说。啊，没说。一般的死的话，就说明他妈妈回来看他了；如果活着的话，说明他妈妈身体不好，灵魂出窍，明白吗？哦，明白。好，感恩师父。好，下一个问题，有师兄问，他们哪里有外地的？师兄不知道用什么素材做的东方台一组至尊菩萨像，一组大约5000多元，他们本地有师兄帮他传销，谁请他的佛像也必须要他来设佛台，菩萨像跟东方台的陶瓷像眼神脸型有所出入，因为他们的佛像有出入，价格也不低，师父又没开过光，这位师兄反对意见，反对的师兄会背业吗？不会的，师兄不会背业，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是不通过东方电台，这个师父开过光的话，这个第一他可能各方面总是不像开过光的好，是吧？第二嘛，就是说他这个价格是自己定的，他在佛友当中，虽然你可以有些成本，但是你至少要东方电台确认这个菩萨像可以不可以用，因为如果眼神什么完全不一样的话，你就不好了呀，明白了吗？对，明白。感恩师父。你还不如照片呢，我花5000块钱，如果不挣的话，那还不如照片，对不对呀？对。要一样啊，因为脸上看上去不一样，是有点不一样的呀，怪怪的。对不对？对，感恩师父。你不要说有的菩萨像不应该笑的，你有的人把它雕塑成笑嘻嘻的，那就不庄严了呀。对。好了。对，好师父啊，感恩师父。好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帮父亲修剪头发。现实中同修在帮着父亲念经，帮父亲许了108张小房子，还剩最后一张小房子，做梦的隔天正好烧送，同修的父亲还健在，请师父，这个梦境有什么含义吗？这梦境很多含义了父亲还健在，是不是啊？对，要给他父亲烧小房子，是不是啊？对，业障呀，他父亲有业障啊，自己不但要人家帮他烧，他自己也得烧啊。对，好，感恩师父。师父，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见自己好似从地球飞出了外太空，去了另一个星球，又成功的从另一个星球回去地球，回到地球了，同修还在享受着吃着好多的葡萄，请师父解梦。他很好，那境界已经遨游太空了呀，他的灵魂可以出窍，说明他的灵魂比较干净。一般灵魂能够飞到很高的都是很干净，明白了吗？明白，师父。好了，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好，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再见，再见，感恩师父。喂，你好。喂，师父你好。啊，你好。师父，听到你说梦了。比较糊涂。喂，师父你好。啊，讲吧，嘴巴尽量靠着话筒一点。现在呢？好一点，讲吧。我今天已经梦见您三次，我就打通您电话了。师傅。哎，请讲吧。哎呀，我一打通，我也没有准备。我想想，我要问您什么问题？对了，我就问您，比如说我们出去设佛台去哈，就是往上请菩萨像的时候，比如给老妈妈家设佛台去。往上请菩萨像的时候，这老妈妈已经去前世了，是不是由老妈妈往上拜菩萨像？一个老妈妈吃全素了，后面什么听不懂啊？就是我们去外边给老妈妈设佛台去，对，就说这个老妈妈已经吃全素了，往上请菩萨像的时候，是不是由老妈妈往上摆？那可以啊，都可以。但是老妈妈要是摆不好的话，你们可以代摆。烧了香之后，最好由她，你们可以放上去，放上去之后烧香由她烧嘛就好了嘛。烧香也不是让她上的，也是一个，就说这个师兄他每次就是带着我们设佛台去，都是他自己带着上香。这个无所谓，心诚则灵。是老妈妈家里的佛台，菩萨总是到老妈妈家里来。你让他带的也没用的，对不对啊？他只是功德，对不对啊？我讲话你听到没有啊？我听到了，师傅。好了，师傅，帮人家做好事，你当然应该到最后上香，应该让人家上了。是啊，我也是这么讲。你当然了，你这个东西好事嘛，要做到底，帮人帮到底。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帮人家房子造好了，你说我来住啊？对呀，师傅之前就是这样开始过。随缘吧，好吧。他因为设佛台的同修如果比较执着，他硬要上香也没问题，反正大家功德大家都有的。好了，另外师傅，哎呀，我这今天这个也看不了图腾卡。我的眼睛吧，我这是青光眼。你少一点，你青光眼睛的话，我告诉你，像这种都是前世的业障很多。有的人眼睛老得很快，就是眼部神经紊乱，然后呢，过去呢经常哭啦，有的时候经常仇恨啦，经常的肝不好啦。肾脏不好了，眼帘上面全部都会有反应的。所以一个人要无欲自然心如水，经常不生气，经常不愤怒，不恼怒的人，他的眼睛也会好起来的。不要生气啊，一生气眼睛都看不清啊。听不懂啊？听懂了，就是我让那个有时让您给看过图腾，您说我是，就说有一世是在铁山上，我也没有问清楚了，说我在铁山上害一个人，是害一个人还是伤害一个人？然后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正好站369，站6，然后就找我了，突然间就爆发了。看见了不啦？已经提醒你了，师傅已经提醒你，当心点好了。你找到根源，告诉你了嘛就好了。你还要具体知道怎么，有什么好讲的？消灾解难嘛就好了嘛。就说我这个，您告诉我，尽量不去做手术，说自己调理。你调理不好，你就得做手术。我现在已经看清左眼，是左眼已经看清一半了。那就好了呀，那不是更好了吗？就是师父您到我梦里头加持一下，然后就看清一半了。那师父给你加持的话，你看清一半的话，说明你还是有佛缘的呀，说明师父事实上来帮你加持，你已经开始好转了呀。因为人身体上任何部位它都有自动的这个免疫功能了呀，听得懂吗？是啊，我这个我是从学生这个法门之后没有懈怠过，那就好，我一直坚信我的信心跟师父学，我特别精进努力。我有的时候业障来了，我自己完了就是还坚强的爬起来。哎，我从来就是特别坚强的一个人，真的。就是我可能就是坚强，不要执着就好了。听不懂啊？我是你说的，我听懂了。我有时候是有执着，太执着。有的时候坚强不代表执着，坚强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坚持走下去，那叫坚强。执着是在自认为一个是对的问题上，不停的去追求，去盲从，最后一直一条道上走下去，那叫执着。听得懂吗？听得懂了。好了，您讲讲我吧，师傅。讲讲你们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好呀，现在老师很多了，年轻的时候太坏了，整天讲东道西的，嘴巴不好呀，听不懂啊。我忏悔，我年轻的时候在网上看那个乱七八糟的。对呀，年轻了，我错了。都你想畜生的东西怎么能看呢？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自己造了那么多的业，知道就好。真的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师父。对呀，改呀，要改呀。一个女人，你想想看，一个女人做那种事情的时候多恶心了，你告诉我恶心不啦？所以人家说现在的年轻人，你就是谈恋爱你都不能做这种烂事情。精神上大家合在一起就很开心了，为什么要去人形畜生事啦？对不对啊？我从接触这个心灵法门之后，我没多长时间就吃素了。这是好事情。吃素了，我就忏悔我自己的业障，忏悔我曾经做过这错事情。我就想着，师傅，我就是一开始接受这个对心灵法门，就是菩萨就给我两个梦，一个是就是说我有一次就是娘，您说我在宫里做好多的业，宫里的。皇宫里也没用啊，听得懂吗？造了很多的业，我知道。皇宫里嘛，就鱼我炸，你争我斗，女人跟女人之间还有什么事啊？不就争来斗去啊？是不是就是我那事做了好多事？对呀，你肯定陷害别人的呀。是啊，所以我就是刚开始接受这个法门之后，我所接触的全是冤结，现在好多了。那就是还呀，你否则是死的时候他才来找你的呀，一般都是最后的报应呀。你现在早点报掉嘛，以后就不报了呀。我现在就是怎么做，有的时候就是真心的去帮助，就是说我看到特别受苦的人，我就是发自真诚的去帮助人家，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我欠的吧？可能就是欠的。对呀，就是过去。好了，自己好好继续念，这辈子还清账务，下辈子不来了，有什么意思啊？师傅，您好好再讲讲我，就说我。好了，不要这么自私啊！人家电话打不进来了，讲到你现在了，还要不够啊？好好改毛病，自己觉悟最重要。听得懂吗？我听懂了，我一定要好好改毛病。还有一件事问问师傅，因为我这新搬的家，有师兄梦到好几次了，说我这房子有的要经者，我这是上下床，烧了就好了，烧掉呀，我烧小房子呀，烧小房子。我看这个房子您还得要多少张小房子？49。您看我家这佛台合理不？上头好了，今天不看图腾的，已经给你讲了49章，已经算看的了。好了，再见了，不要这么自私啊！一辈子就是自私，这么大年纪了还自私。给别的事情问一个，师傅。没有了，没有看图腾的，不能看图腾的今天。不是，我给他问一个事情，那个师兄他是，徐师兄特别精进，他家那个就是那个。院墙拆了之后呢，就是他一直念不了经，他让我打电话想看图腾，我一直没打通看图腾的电话。念不了经的话，换个位置，许个大愿，换个位置就可以了。哦。嗯，不要在原来的位置上念经，换一个位置，就是说他原来的位置念经的位置可能有灵界占领了，明白吗？是吧？这他就是梦见说这个人家抬着死尸。对啦，就是家里的方位出问题了呀，因为他们方位刚刚开始搬了新家，这个家里一定有灵性的呀，这种新家都是建筑在老的房子基础上的呀，听不懂啊？他那不是新家，但是老宅子就是他多占面积了，都把院墙拆了。对呀，那就更糟糕。你要知道拆院墙下面很多都是。棺材啊，这种坟墓啊都有的。哦，好了，就是好好念经了。我已经跟你讲了，换个位置，不要去得罪当自己家里的神灵也不好。哦，好吧，乖一点的，乖一点的啊。好了，再见了。感恩师傅，谢谢你，谢谢你。喂，你好。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哎，师傅能听见吗？啊，讲吧。哦，感恩师傅。先祝师傅父亲节快乐，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好，谢谢。我先读一个同修的一个分享：坚定的心愿行，祝恶病母亲往生色界天。同修母亲今年2月往生，生前家人用3大法宝一次次助她闯过生死关，恢复平稳，但家族有人给她做法后，情况急需恶化。家人不放弃救他，母亲有过好转，但最终还是往生了。往生条件非常好，在家不受任何打扰，而且有上百人助念。因为同修一家都学心灵法门，知道这是母亲前世和今世造的业，有他累世的业，再加上他的缘分，他的阳寿，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这个果。母亲生前三番几次得蒙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救度，这么多劫难关口都平安度过，这么多的灵验有如神迹显现，这么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同修一家都亲身经历其中，深深感受到观世音菩萨视众生为爱子。同修心里明白，菩萨和师父已经尽力了，1年多年来，同修也绞尽脑汁救度母亲，所以因缘成熟的时候，就要随缘接受果的到来。他们一家都感恩观世音菩萨，坚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同修帮母亲擦拭遗体的时候，看到她全身僵硬，身上有青紫，因卧病太久，身体腐烂。第一次懂了什么叫生死无常，明白了原来母亲是来度她，一下子慈悲心大发，感受到了众生之苦，也借此因缘放下了很多对自我色身的执着。过程很悲痛，同修只有不断求着观世音菩萨慈悲母亲，母亲的身体竟然在这一声声呼唤中变得柔软，这样的显著变化全家都见证了。师父说过，因缘不好，无论好坏都要心怀感恩，要感恩这个因缘让我们开悟，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在这49天内，同修每天几乎都能梦到母亲，知道她的行踪，发现人在中阴身真的是随业随念随习气，母亲竟然还惦记着去接孩子放学，一个个梦境都在传达着眷恋、放不下和痛苦的记忆。同修作为旁观者，观他人放不下的痛苦执着，好心痛，从而了知自己必须得放下才能了脱生死，要不断平衡自己的心境，明白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因缘。不管什么事来了就来了，都是正常的，都要扛住，必须把会影响情绪的东西都放一边不去碰，好好超度母亲，才能真正的帮到她。所以在这关键的49天内，同修不断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母亲解脱放下，用3大法宝坚持超度，不断鼓励自己践行师父的教诲，要把世间的一切都视为对你在人间的考验，你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做菩萨，有没有用菩萨的思维和来处理和面对的事情，能否把所学的菩萨的思维和理念运用在实际生活当中？一旦超越了这个坎，越过了心理的障碍，就会站在更高，看得更远。就在这样的坚持不懈下，师父看了图腾，同修的母亲现在已经很高，在色界天。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和家人都忍不住喜极而泣，太不容易了。母亲本来是要下去的人。感恩师父，他在这里非常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而且在助念的时候知道名字已经错了，但最后是那个母亲还是超度到了色界天。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你要记住啊，一个人死的时候什么放不下，他的魂就一直纠结在这个方面，听得懂吗？听得懂。所以为什么会有鬼的啦？恶鬼就是这样的呀，他恨呐，他有的人死的时候特别恨呐，他就来报复呀，所以他就变成恶鬼了呀，明白了吗？明白，感恩师父。接下来帮同学问几个问题。首先师父有一个分享，也是经过秘入处的验证过，也是经过师父的验证，就是有同修在上香的时候问菩萨3个问题，是关于共修组的团结，然后得到了开示，已经得到秘书处和师父的确认，是师父法身开示，现在分享给师兄们。感恩师父。师父您稍作休息。问题1：破和合僧具体指什么样的行为？如果2位师兄意见不合，当着很多师兄的面争执，这是破和合僧吗？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破和合僧？在共修组，在观音堂，我们怎么避免犯下破和合僧的罪业？师父答：首先2位师兄方面争执不算是破和合僧，那只能说两个人不见合同解，不见合同解。破和合僧是什么啊？破坏僧团和睦相处，这叫破和合僧。破和僧在观音堂就老老实实的做义工，不说人我是非，好好念经度人，对不对啊？如果你跟这个人说那个人不好，跟那个人说这个人不好，那你就是在破坏这个僧团的和合了，明白了吗？问题2：在海外的某个州有很多共修组，有师兄 A 和当地共修组合不来，就去邻近共修组助缘，助缘之余他还会说一些自己所属当地共修组的人我是非，向别人诉苦，最终2个共修组不和睦，同师兄 A 也会带别的师兄去邻近共修组助缘，造成所属当地共修组人心不和。请问这样的行为是破和合僧吗？师父答：首先这种做法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你自己不喜欢，为什么要拉拢别的同修跟你一起去别的共修组？这2个人都没有修好，人间的思维太多，不要把佛净土搞得人间是是非非的事情。今天有缘大家一起在学佛度人做善事，没缘就各自老老实实在家念经，好好消业，多看白话，提高境界。说人我是非干嘛了？你们这些孩子就是没有把师父的白话看在心里，要是看在心里能这样的，我看你们呐，好好修吧，天天搞这些人我是非干嘛啦？能让你们上天，还是能让你超出6道？我看都不能，只会让你们更加造业，好好修吧，不要让师父失望就好。问题3：师父非常希望同修们同心同德，和睦融洽，团结一心，佛友与佛友之间，共修组和共修组之间，怎么更好的做到团结呢？师父答：做到更好的团结，就是小脑筋不要动得太多，人间思维不要太多，大家都彼此恭恭敬敬的，不聊家长里短，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说，一起解决，不要存在个人想法解决问题，这就这么简单。要学会忍辱，人家讲你了，笑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住心。你越往心里，你越住心，就越难过。但你难过，你的各种心是不是就生出来了？你们知道观音堂是个道场，所以不能在观音堂里搞这些人我是非的。师父不喜欢，金刚护法菩萨更不喜欢，护法神更不喜欢，所以护法神会对你们金刚怒目。在观音堂做事要小心，因为观音堂的护法神和菩萨很多，不要搞这些人间的东西，没意思的。今天你说我，明天我说你，有什么意思啊？好好修吧，你们这些孩子，守好佛净土，让更多的人到观音堂念经，对不对啊？拜佛念经，对不对啊？好了，师父也会加持你们的，你们一定要好好修，对得起菩萨，对得起师父，感恩师父。嗯，这都讲的都对的。嗯，感恩师父。嗯，他还有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回答。嗯，小的共修组举办素食活动，需要大的共修会助缘，这样的活动是不是以共修组邀请共修组的形式参与更好，还是以个人的形式？能够有共修组参与嘛最好，共沾法喜。如果不能的话嘛，就是个人都可以。好的，感恩师父。师父曾经说过，不要把佛情变成人间的感情。请问师父，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啊？佛情就是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大家都是学佛来行善的，没有说我帮你，我要喜欢你，你我多帮你一点，那就是人情了，私情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好了，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我们平时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下是把佛情变成人情了呢？多呢，你比方说你给大家盛饭，你本来就是佛情，大家每人一份的，对不对啊？因为你跟他关系比较好，你给他两份多一点，你不是把佛情变成私情啦？哦，好，感恩师父，就是要有平等心，是吗，师父？不是平等心，要把佛情落实在自己平时的生活、衣食住行上，听得懂吗？嗯。不要去搞人间那套，因为我对你好一点，我喜欢你，或者你过去对我好过，或者你这个人跟我怎么。曾经帮过我怎么，这就都是叫私情，听不懂啊？听得懂。好了，感恩师父。还有，请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在开示佛陀故事中讲大迦叶尊者的故事，其中提到大迦叶跟随佛陀出家后，还是保持苦修，有时候会到坟堆旁修行。现在我们知道那是灵性聚集的地方，所以经过的时候心里会特别害怕。有时候看到阴气比较重的地方，心里也不会不自觉地感到恐慌，就想逃离。请问师父，我们平时怎么能克服这种恐惧的心理呢？不要去看呀，不要去想嘛就好了。好，感恩师父，就不想，不去碰，不去看，不去想。好了。感恩师父。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同修在海外生活，国内有已婚伴侣，常年分居，但在海外有第二个同居伴侣，我们都知道这是邪淫，但是对方不听劝，请师父能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吗？随缘了，他如果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好的话，他必须跟原来的那个断掉之后才能好，那才不叫邪淫。你如果两边两个这么挂着，你不是害人家，你还不如早点断掉呢，对不对啊？对。那请问师父，对他的天上莲花是否有影响？当然有影响了，很多事情你为人家好，对不对啊？你为人家好，你就要断掉，你要是把人家挂着，对人家不好的呀。你觉得这个发展的方向越来越偏了，你就要断的呀，你否则的话你会害人家的呀。对不对啊？好，感恩师父。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比方说你跟一个男的很好，人家这个男的也有一个很好的，对不对啊？他如果不想伤你，你越来越喜欢他了，你是不是应该跟他赶快断掉啊？否则你越陷越深的话，不是害死自己啊？对不对啊？对的。对。感恩师父。那有师兄许愿一世修成了，但是这样就是他国内又有老公，国外又有西缘的男朋友，这就是算违愿。算为这个一世修成的愿力是吗，师父？没听懂啊。那个女的什么，那个男的什么？就是他许了一世修成这个愿力。他是男的女的？他是女师兄。好了。然后呢？就是他已经许愿了一世修成，但是国内有老公，国外又有西人男伴侣，这个是不是违愿了他？你说呢？是。还不够啊，两个还不够啊，再来一个好吧？你以为唱歌啊？再来一个要不要啊？对不起，师傅。脑残呐！你这种问题问出来不就脑残呐？学佛人是边上人要越来越少，小爱越来越少，大爱越来越多。嗯。听不懂啊？你看看他这不国内有个老公，自己这里有个西人伴侣，怎么样？还雀巢咖啡啊？哦，对不起，师傅。这还不懂啊？这个就不是学佛人了，这个就品质出问题了。嗯，好的，感谢。就是不能就是不能自己承受寂寞了，你这是完全是一种欲望了。你被欲望驱使了，唆使，听得懂吗？好了。对对，他就是这样。嗯，好了。好的，好，对不起，师傅会让他听录音。感恩师傅。还有一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我们平时弘法中会有异性同修，有的异性同修跟我们前世缘分很深，大家见面后会产生一种感觉跟对方合得来，但是私底下不会有接触，但是这种感觉很难控制。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去弘法的话，是不是功德会有漏？会啊，你经常想了就漏了呀。那不去想。不去想嘛，你少看呀，跟他分开呀，有意跟他分开呀，分开是一种很好的药呀。很多的药就是要我们说要分开呀，因为你不分开的话，你会害人的呀。嗯。好，那就是这个同修去参加这个弘法，就是刻意避开我就不去参加，或者是我们就避开这样。对呀、啊啊，嗯，他做不到，已经迷了嘛，就会惑了呀，疑惑了就迷惑呀，颠倒了呀。嗯，对不对、啊？好的，感恩师父。你这个如果对方这个男的明明知道这个女的在喜欢他，或者这个女的明明知道这个男师兄在喜欢他。对不对啊？你自己有意的还要跟他在一起，你不是在害他、啊？嗯，你知道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这个明智的人就要赶快断掉了，否则你害他相思呀，不好的呀。嗯，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下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女同修许愿清修，戒律很严格，遇到异性就躲开，有时候出门设佛台会遇到男同修，感觉很不自在。但是弘法又不能不让男同修参加。请师父能给此类女同修开示几句吗？谁告你说一定要跟男同修去的？啊，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男同修去参加。有时候避开错了。你要是觉得自己憋不住的，你就不要去。很简单，比你跑着去造业好吧？一路上去偷看这个男的，这里去做功德啊，去给人家做佛台。跑到那里一直在偷看偷想，你整个就是个糊涂。你到了那里不是造情业啊？嗯，那你还不如在家里念经呢，几遍礼佛念下来，说不定还消了一个干干净净呢。嗯，明白了，好。你做不到，你为什么去做了？不要去让自己得到很多的考验呢，会伤害自己的呀。人有的时候知道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再去伤害别人呢，那是一个智慧啊。嗯。好的，对不起师傅，感恩师傅。那还有就是生活中，就是这类女同修，她已经许愿清修了，她会对异性产生一种反感心理，这种会让其他人误会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怪，可能会结下恶缘。什么叫怪啊？你看和尚怪不啦？尼姑怪不啦？不怪。好啦，他们看见异性就躲开，眼睛都不看的。对。好啦，怪不啦？嗯。不怪。好了，你人为什么说怪啊？说怪就是自己还想见。哦。很多男的说：“哎呦，我又不能看见女人就逃了，我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啦？”你说这个男人，他说明心里根本放不下呀。嗯。对不对呀？不要看了，有什么好看的啦？多看多烦恼，少看少烦恼了，不看不烦恼，没有办法的事情。有的事情你做不到就不要害人，这还不懂啊？嗯，知道了。在人家男同事面前把自己弄得来漂亮的不得了，你不是在勾引人家啊？嗯，对不起师傅。无手弄骚，哎呦，好像讲话嘛嗲的嘞，像你这种声音也是嗲的嘞。哦，对不起师傅。你也要当心的。哦，对不起师傅。啊，对不起师傅。谁叫你问这些问题的？马上就涉及到你的了。对不起师傅。哎呦，对不起师傅，哎呦。西施啊，腰痛啊，还是胃痛啊，没有办法的。很多事情，师父跟你们讲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厉害，但是事后是为你们好的，事后你们就自己觉悟了呀。当时讲你们的时候是有点痛，说哎呀我就这声音我咋的啦，你就害人了。听不懂啊？听得懂，听得懂。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会好好改我这个说话这个。对呀、啊，这什么玩意儿、你这说话声音就像睡在床上讲话的，你不是给人家男人一种遐想啊，这也有问题啊。哦，像没睡醒一样，你自己没感觉到你讲话像没睡醒一样啊？有点感觉，特别无力。好了，无力。嗯，好了。对不起，师傅，感恩师傅。哦，师傅，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想请教师傅一个拜师的问题。同修度了新同修想拜师，但是新同修没有许愿吃全素，只是初一十五吃素，其他情况也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就不想推荐。因为他想对师父负责，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他不推荐佛友拜师的话，他是否有业障？没有，他自己不了解，他不愿意推荐，有什么业障啊？他如果推荐了一个不了解的，人家做坏事了，他倒有业障。明白了，懂了，知道了吧？听懂了，听懂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今天问题就先问到这里，请师傅保重法体，祝师傅父亲节快乐，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恩师背。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喂，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我今天只有2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就是。师傅你说过，如果搬新家的话，是要给房子的要经者念诵21张小房子，是吧？对。那如果是一个同修他搬去了另一个同修家的话，他还需要给这个房子的要经者念诵小房子吗？虽然的，你要念了之后嘛，就等于帮人家打，就像人家一个人搬家的时候，帮人家搬完之后打扫，不要给人家骂就好了。哦，好的好，这个随缘念。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梦中被压身的话，如何区分他是自身的要经者还是房子的要经者呢？很难区分的，压身的话，一般呢都是自己的要经者，房子的要经者基本上是感受到他在房子某个角落。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就是在梦里面被压身了，然后我就赶紧念大悲咒，然后就立马有那种被释放的感觉，然后我在梦中就隐约看到某个房间角落有2个黑影子，然后我就这还要讲啊？你告诉我这还要讲吗？这是自己的要经者还是房子的要经者？你讲啊。都房子的要经者。好了。我这样的话，我要许愿多少张？如果梦见的话。许愿21张啊，不是跟你们讲过的，鬼压身至少21张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师傅，我这边有一个新同修，他想跟你说2句，可以吗？好的，谢谢师傅。喂，师傅你好。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乖一点，你这个人，师傅跟你讲2句话。第一啊，不要对每个人都很好，你的感情运很多的波折，听不懂啊？听懂了吗？对，听懂了。不要但是，没什么但是的。对。你对人家都很好，哎呀，好像热情的不得了。你要记住了，一个女人对所有的男人都好，人家男人会误解的，听不懂啊？听懂了。好了，第二嘛，自己要记住了啊，自己的肾脏很不好。啊，腰酸背痛啊，还有妇科也不好，因为你今天第一次，我就稍微。看到的就讲点给你听听。感恩你，我也很担心你。好好改毛病啊，听不懂啊？听懂了，对不起。很多。我就是看了，估计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忏悔。请菩萨师父原谅。一定要有这种心，一定要有改变的心，菩萨才会帮助你。听得懂吗？听得懂。你要做好孩子。一定要懂得忏悔，说自己做错了，那么这个人人家会看得起你，明白了吗？明白，对不起，我错了。感恩你。好，再见，好好努力。师傅，你保重身体，师傅。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请示师傅一些问题。师傅前几天图腾节目开示一个同修需要许愿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感觉这是个很大的愿，很难做到。那请问师傅什么样的同修才可以这样许愿呢？你许愿你尽量去照着他做呀。就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诸恶莫作你做不到吗？你莫做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做，不要做，你有时候偶然的做了没办法，你也只能念礼佛呀。你这个愿你否则你谁敢许啊？你除非菩萨，菩萨已经成菩萨了，他怎么许啊？明白了。众善奉行，他的意思就是有善的你们尽量要去做，奉行就是大家要去积极的去做啊。所有恶的大家不要做啊，但是还是有人做的呀。你不懂啊？是的。好了，明白了，师傅。那这个当时师傅让那个同修许这个愿的话，是一个个案吗？还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愿力。如果你今天有70%、60%的善事你在做，有60%到70%的恶业你不做，你这个人就可以许了。感觉自己60%、70%。你至少要到70%，看见好的事情就想做，你才能许这个愿。你看见恶的，我不能做，我撒谎不行，偷东西不行，对不对？杀生不行，我基本上就坏的事情我不做的，你应该知道的呀。你一生走到今天，你多少坏的事情你不做的，你应该自己心里明白的呀。明白了，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有次录音说垫菩萨的红布不能够用来再盖菩萨，请问师傅这个是指的大佛台还是包括小佛台上的红布？这个上次他们问的问题有点出入的，实际上他们垫那个菩萨的红布不能再盖在上，他们就是说小佛台上的，就不是盖在菩萨的那个石像上的。师傅当时是以为他们说红布盖在石像上，实际上说红布盖在那个镜框上面就没关系。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时几个同修一起在小佛台上新香，但是怕烟太大，所以每次轮流让一个同修上香。那请问师傅，领香的同修可以求自己的事情吗？就像平时自己上香一样。先帮人家求，再帮自己求。就是几个人在一起上香的时候，只上一支香的话，上香那位同学他也要先帮大家求。对，你领香的话你也不能自私啊，这么多人在的话，你领香的话你能帮自己求吗？第一护法神就不会饶过你呀。你这个自私的小人，你滚到后面去吧，护法神就会叫你。明白了。好，就是大佛台小佛台都是一样的。一样。你比方说领香的话，你要说替某某观音堂啊求菩萨，这个甘露菩萨呀，佛光普照啊，所有的同修都能健康啊，消灾吉祥啊，健康长寿啊。你这求完之后，你再说保佑我家里也平安，那就可以了。跑上来保佑我某某某家里平安，大家帮你一起磕头，你受得起不啦？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吗？这个问题你不问的话，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就是带着大家一起磕头的时候，你虽然可以求到一点，但是大家的业你都背了。你以为领香啊？领香要背业的。你非但背业了，你还要帮自己家里求，你家里人都会。所以过去很多人为什么庙里不给你前面那个领香的位置啊？因为你越站在前面磕头的话，你帮众生后面的人都要背的。明白。我问你啊，一队人如果前面发生问题的话，总归是前面的人先倒霉不啦？是的。你后面看见什么事情后面给逃啊，你前面的人肯定碰到事情肯定前面人冲过去了呀。感恩师傅，明白了。那如果除了在观音堂领香的师兄要注意之外呢，如果是在家里面就是小佛台一样，几个同修上香。好的，明白了。你有长辈的话你就最好躲到后面去。长辈的业障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一辈子了，他们很多造的业都在身上了，到了年纪大了，他们身体不好了，各方面都会有点报应。所以你捅在他前面，你帮他背咯。哦，明白师傅。那如果平常观音堂我们上香，就是自己上香的时候，那也要跪在长辈的后面会比较好吗？那当然了，你不懂的，你不懂的。明白了。跪在前面，很多人以为买菜啊，跪在前面，你在后面菩萨看不见的。明白了。你如果今天师父在前面，你当然越往前跑越好啊。有师傅撑着，帮你们背了呀，所以当然越往前越好啊。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原来佛台的位置要空放多久才能放念经用的书桌？空放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原来是佛台的位置，那它要多久之后才可以在同样的位置放念经用的书桌？应该没问题的，那这个一两天就可以了。嗯。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捡过小佛台上的香的剪刀，可以用来剪小房子顶上的角吗？可以。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来信解答383中，同修帮于老板放了几条鱼之后，东西打坏打翻，师傅开示是帮于老板背业，于老板杀业很重，帮他放了就背业倒大霉了。那有种情况就是说，有些同修他们每次放生的时候，于老板会额外送一些鱼给他们，那同修收下之后是给自己或者家人放生的，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帮于老板背业呢？要讲清楚、啊，谢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这个今天这个某某某送给我几条鱼啊，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我们今天慈悲众生，把这几条鱼放下去，如果有功德，听话听明白了吗？如果有功德，请保佑我的爸爸妈妈，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没功德，那就还是还给于老板。听懂了吗？讲话很有道理的，在天上在人间在地下讲话都一样啊，你讲得好讲得不好都有关系的呀。是的，如果有功德，我把这些功德转向回向给谁谁谁，一样的呀。如果没功德啊，那么就是有的人们就客气点，自己业障自己背。如果有功德，我就回向给我爸妈；没功德，我自己业障自己背。听懂吗啦？哦。或者有的时候人家给你的，如果这个人今天给我的小房子，如果有功德啊，就请菩萨保佑我怎么，如果没功德，这些小房子还是归还于他。哦，明白了。那他要是乱念的话，就回到他身上了呀。哦。那地府就找他了呀。小房子是从他这儿来的呀。嗯。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群里都会早课共修，内容差不多，那同修能不能在一个群里念经之后，在其他类似的几个群里面打手势表示自己完成了？你说什么？对不起师傅，就是说现在很多群里都会早课共修，内容是差不多的，那同修能不能在一个群里念经之后，就他只念一次经，但是他在几个群里面都打手势，这个手势的意思就是表示自己完成了，但他只念一遍。你不能多念几遍的，人家还没念好，你再念下去嘛就好了。就是同修就是说他念完一次经，在其他几人家还没念完呀。是不是啦？比如说给师傅念，比如说有五个群，每个群里的内容都是说要给师傅助念7遍大悲咒，那他就只念了一个7遍。但是他在5个群里面都打了这个手势来表示自己完成了这个7遍，那这样的话是否可以？当然可以。实事求是啊，你告诉他我已经念好了呀。对不对啊？好。但是经文不嫌多的呀。对。你要是觉得你要再念嘛也可以，这个无所谓的。明白了，感恩师父。但是同修的话，他就有梦到可能提醒他说这样功德有漏，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嘛，不是普遍性的问题是吗，师父？功德有漏的话，也就是说你这个心里就是说，哎呀，我念过了，我功课做好了。其实学无止境的呀。如果有时间，大家正在念的时候，你再念几遍也问题不大呀。功课完成了，你再多加几遍有什么关系啦？斤斤计较呀，功德有漏。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同修在一个群里现身说法，然后转播到其他的10个群里，那这样的情况的话，他是算现身说法1次还是10次呢？现身说法，你只要有10个地方听到，10个人听到就是10遍，就这么厉害的。明白了。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啊，为什么说你要多做功德啊，多去弘扬佛法？一个人听到就是1遍，一个人听到，你比方说师父在1000个人法会上讲话，我讲了一句话，一个人听到，那么就是1遍，1000个人听到就1000遍了呀。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许愿清修后可以许愿一些化解愿结的小房子，那同修问可不可以提前念一波108章，比如说108章化解愿结的小房子之后再许愿清修，这样可以吗？都可以。好，这个是有普遍性的是吗？是有普遍性的。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回国内的家，在家人们的牙刷里找到了自己的牙刷，但是他现实是在海外的，请师父解梦。现实是在海外，梦见回国内家里啊，被人家讲了，刷牙还不懂啊，被人家讲了，叫你把自己的业障洗刷干净呀，就是被人家讲了呀。明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梦见同修哭得很伤心，说和他一起从天上下来的人都修上去了，只有他还没有上去。但师父图腾看过这个同修上辈子是有比较大的杀业的，那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梦境会是真的吗？是啊，很多人修得好的，我告诉你，人还没走，境界已经上去了。听懂了吗？好了，明白了。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孩子现在是3岁多的胎里素宝宝，去医院检查出左眼有斜视、散光、弱视等症状，医生说可戴眼镜调节3个月，若效果不佳或无效需要做手术。那请问师父，同修现在可不可以先用三大法宝去化解，不要戴眼镜？因为他怕如果按医院说戴眼镜3个月的话，怕眼镜会一直戴下去。随缘吧，好吧。戴眼镜这个东西嘛，早点晚点要戴的。人的年纪大了，眼睛总归会是越来越差的，不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啊？好吧，明白了。然后这个同修也想反馈一下，其实在怀孕期间，同修担心这个孩子的身体如何，师父就在梦中点化了，说孩子身体没有问题，唯有眼睛需要注意会有些问题。但是当时同修没有引起注意，如果早点化解，也许就不会导致现在这个情况了。而且中途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辈给素宝宝吃过肉。同修现在一定好好忏悔这2件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能够提前念经大事化小，否则等到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个人业障自己背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呀。好吧，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闰月设佛台的日子有讲究吗？请问师傅。白天总归好一点，你不能说我要设佛台，碰到闰夜我就不设呀，不好的呀。是的，明白。好，那闰月的话，其他方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当心呀，看一看嘛，闰月有吉利和不吉利的黄历的呀，查一下嘛就好了呀。闰月嘛本身就是不宜，就是说什么事情不宜太暴露。就是要低调。明白了。就是说你哪怕坐在办公室里都会有事情来找到你的，麻烦的。很危险。明白了，感恩师父。弟子帮6岁的小同修分享一下，请师父听一下。小师兄6岁多的时候掉了大门牙，后来冒出来的牙齿有些往两边歪，特别是刚冒出来的时候，看着真是令人担忧，万一长歪了以后，估计连笑也不好意思张嘴了。所以让小师兄许了个愿，在1个月内念诵大悲咒151遍，心经181遍，准提神咒811遍，学习师父白话佛法视频20集，然后再现身说法，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小师兄能够牙齿长得健康整齐。如今小师兄许的愿如期完成，家长也为小师兄助力放生和念经，到现在为止大门牙已经长好，而且比刚开始要整齐很多了。希望有缘人能够相信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相信自己通过学佛念经修行改变自己的命运，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这个太正的了，真实的一塌糊涂，菩萨保佑的，连师父小时候牙齿长歪我都一求就正了。嗯，这个菩萨很容易帮你做到的。嗯，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换牙齿之后牙齿长得挺好，但是快30几岁的时候牙龈萎缩，前门牙和牙齿变得难看了？任何人都会变得好看难看，你经常去嘴巴讲人家不好的人，牙齿就会爬出来很难看。所以过去古时候人家说相好庄严以自然嘛，对不对啊？以自言嘛，对不对啊？你自己相好的话，你嘴巴不乱讲话的人，你嘴巴都是长得很好的呀。你跟你说的还是有关系的呀。整个你看看过去，你看过去这个一些老电影，那个什么汉奸啊什么，你看这个牙齿都弄在外面的，看见了吗？哎，明白。哎，说他们坏人嘛，就是这样，明白了吗？明白了。之后弟子想向师父忏悔，弟子喜欢发脾气、刀口眼、往上乱看东西、有杂念、邪淫、违愿、不孝顺等等，弟子一定努力改过，请菩萨和师父原谅加持。你这么多缺点，如果大一点的话，应该抓进去。对不起，师父，自己不要这么没出息，好吧？眼睛这么管不住的，你自己在网上看那些东西，你管不住的，有什么好看的？弟子忏悔，丢人不啦？自己拿块毛巾把脸遮起来再看这些东西吧，丢死人了，真的是。小时候忏悔，人不要做看动物的东西，自己要把它上升到这个高度，你才不会做这种事情，听不懂啊？听懂了，已经好好忏悔。什么好看的啦？真的，人跟动物不一样啊，高级动物呀。自己要好好的啦，一个女孩子不要这么没有出息，让人家看了不尊重的，听得懂吗？明白。弟子一定好好忏悔改过。就好好改毛病了，真的。好了，就这样了。好，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先问到这里，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保重法体，我们都很想你，感恩师父。好了，再见。感恩师父。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